我是洪先生。早餐都有吃过猪肉粉这一回事。我来铁龙居之后有吃。你在想什么啊？哎呀，这个呢，它当然那个汤比那个猪肉粉的更浓一点，再有那个胡椒的香味，那个骨的香味这样子。除了很香之外，口感上那个层次让你体验到外脆啊的那种，就是不用怎样放太多的调料了，完全不用放也可以，nice， 很好的。